66岁嘅李伟雄拍过唔少经典剧集，而且佢同卢海鹏一样系模仿始祖，可谓扮乜似乜，更被封为撑神。而家嘅佢已经淡出幕前多年，转型发展有机农场。佢种植嘅阿灿米喺内地获得多项殊荣。近日佢拍片分享种植火龙果嘅心得，时时亲力亲为嘅佢，外貌显得甚为苍老，头顶半秃，满面皱纹，身体状况令人担心啊！其实佢曾经两度确诊新冠肺炎，加上患肾结石做过4次手术，网民都担心佢嘅身体状况，力劝佢多啲休息，唔好挨坏身体。